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二号球台。即将在二号球台掷裁的裁判是国际裁判 Oliver Mattel。掌声有请。即将在二号球台出场的第一位球员呢，曾在2011年中国公开赛上获得了一个第四名，锦标赛第四名。那么，掌声有请中国选手吕浩天，掌声有请。即将在我们二号球台出场的另一位选手呢，他来自英国，他是英国职业斯诺克选手，前世界冠军。他打球的特点非常鲜明，防守沉稳，进攻犀利。让我们掌声有请彼得·艾普顿 ，Welcome to Peter Ampton。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中心的一号球场。即将在我们中心一号球场掷裁的是国际级的美女裁判朱茵，掌声有请。好的，即将在我们中心球场出场的第一位球员呢，是一位重量级的选手，相信我不说大家也会猜到，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Welcome to the Happy。位选手呢，他来自英国，曾在英格兰业余锦标赛上获得了冠军。掌声有请马丁·波尔德 ，Welcome to Martin Gore。Thank you, the first frame. Blue House Yantabra.
23. Third. One.
34. Six. 73.
Peter Edmund Fine. Six. Yeah.
Thanks.
Thanks. Eighteen. 21.26. 33.
11. Six. Twenty seven. Thirty three. Thank you.
7. Twenty-four.
Tremendo. C'est en fond. Très bon. Pedro do Sul.
16. Eight, sir. Thank you.
23. Fatina. Eight.
Eight. Thirty-three.